他也从下走，哎，跟我习惯是一样的。哼！我操！是代练还是什么呀？单点意志。 OK， 就是太怕死了。我的狼呢？还没准备好。我还在等。 哇，好像一直不好用了，速度不对了，有没有发现？啊，白天。对啊，好像一直那个不对了，出 bug 了，看到了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潘天林地上的潘天林的火。再等一下。 他吃力量。OK， 真的跟你一模一样哎！小心啊，再见。远程都不会先处理。这年头，你得自己躲呀、啊。你一定跟他学的。自己躲才能出效率，我跟你说。不是，我觉得豆角这个东西是性格问题，不是说跟谁学或者是学得来的。 没有，你一定是跟他学。这都是半道出家的。他为什么？他老太玩 DH 是啊，他上一个版本的话是 DH 一直不出装，他所有 DH 都是我给养起来的，然后养了一半的话，好吧，没办法了，只能用 DH， 就那豆豆比好了。 哇，小心火！走了走了走了！我操！怎么死啊？那什么塔看不见的？我就在这边就好了。对啊，我就在这儿不动了。我不敢救我。 哦，是你跑走了，还是要升了？厚度啊？有，怪太多了。妈的，我都不知道标哪个怎么厚度，还没那个好，终于算了。我都不想加密了，我带冰塔。 我在想，我再不卖的话，会被喷的。<笑>我还自己先说吧。怎么了？你有注意啊？先发制人是吧？对啊，这样的话可以自我检讨，没人会说你。<笑>
算了，既然你自己都发现了，就不别。我还寻思怎么点一个他妈的没有散开，点一个没有散开呢？哦，这个进度不肯破纪录哦。什么纪录啊？破纪录很低啊。哦，那个。17秒啊。哦，是啊，啊对，好像上次好像是好像是压线呢。啊。柔火，柔火。那他死了。没差，不用管。首先好啊 OK 你有一只没有打到，你往你那个电球再往下一点吧。哦，好吧，我们换。我在等他吗？你带钻石是不是啊？没有啊，你那是、你好像没有财务多，前一点那边无毒的。怎么蓝火？好像接得上的感觉。好啊，对啊，因为我那个打都有 CD 啊，没有差呀、啊。一般会有空枪血啊。炸死，还没炸死。他要走错路了。别抓了，都搞不好，快出来。哦，是哈。不是，我是要往这头拉的话，拉电球可以直接飘，那头怪没有了，这头前方是一定有怪的。跟你讲，看他就像看你自己啊，你要检讨啊。他就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。要我肯定是一定会演，往后撤，往后撤，从下往上打。OK OK OK， 到位。距离应该够吧？差不多。好。啊，他终于见过七零，见到曙光了。应该是够了，不用力。我身上还有猛者呢，虽然说只剩四秒了。不多，我猛者72。哦，咱俩空旷期是4秒。有点硬的，秘法系的都多硬啊！辅助的话，好像那个谁是最硬的，那个叫艾瑞松是最硬的，辅助里，辅助里的最软的是那个新的那个老鼠。不是因为他本身会抓老鼠，然后范围上又吃得到。那个我觉得倒是不重要，他本身就是软的，他那个怪本身就软，跟钢母其实差不多的。他电系的都比较软的，什么雷丝这种都很软。
即使血量差不多，我是觉得可能是和护甲有关系的，应该是，是吧？血量我觉得好像都是一样的，自身属性。哦，好了。我听你说话也卡了。再等一下。哇，他的小心脏哎。感觉不掉血样哈，好像比刚才硬了。刚才比刚才硬太多了啊！刚才是他呀，刚才他，刚才是那个好不好？骷髅王。哦，对，刚才骷髅王，对对对，刚才骷髅王。刚才是打得掉。肯定打得掉啊！这时间富富有余。我估计能剩30秒或到1分钟。不知道。鬼王队打了有点久。咱俩现在有50码吗？差不多。差不多了。差不多，他也差不多少，感觉。他刚开始出门就吃力量，可能是觉得这个图不一定能是个大图，没想到这么大。还没准备好。力量其实没有了，不过怪那么多。刚才那一波的话，就算吃不吃力量的话，吃上的话，我觉得没有太亏。鬼是吃，我觉得好烦，我跑过去吃又跑回来。看打多少吧，打72的话，一般都不用留，有金怪直接吃掉就是赚。破纪录了，哇，13分，不快喽！